就跟买房子一样，地段不一样，同样是房子，价格也是不一样。那么人体最宝贵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、11点到凌晨的3点，这一段时间如果你处在一个睡眠的状态，4个小时、5个小时处在一个睡眠的状态，那么它顶你从3点睡到11点，或者是白天开始睡觉，你就算睡10个小时都抵不过这5个小时。质量起的功效。大家好，我是奔五剑哥。昨天休息了一天，今天准备去跑步。我看外面这个天气呢，雾霾啊，稍微的有一
全能的，它含有多种矿物质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啊，膳食纤维含